杨柳总希望杨柳再来吼，但是因为疫情经过三年，哇，佮这一摆伊都无机会啊。我觉得他疫情那三年一定都在等这个成果，然后就看他了，就没办法了，所以刚刚也是觉得哎呦，帮他换手机啦，这个他就会接受。你跟他说我一个月给你多少，他觉得太伤感情了。换车可以？换车哦，对，那很难做人呢。这一段剪掉。旁白哥抱抱陈雅兰，一说到他就会哽咽喷泪，住杨丽花家不吃东西会被骂。四季如春，大行拢是宝，人情温暖呐、啊，大家拢好乐。哎，歌仔戏国宝陈雅兰行之有年，让独居老人看野台戏吃尾牙的善举，2020年中断，如今重启了。我咧今日高朋满座，我咧心情真好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哈，咱这欢喜庆团圆已经停几多年啊，自从疫情过了恢复，头一摆办，我心情真激动，因为进前办的时阵，有一个宝贵阿妈，宝贵阿妈。杨柳总希望杨柳再来看，但是因为疫情经过三年，佮这一摆伊都无机会啊。情真意切的陈雅兰想到过世的独居老人，台上落泪，台下也止不住呢。那就是因为宝贵阿妈，我还特别去家访，所以跟他很有感情。就听说他已经离开了，然后心里就觉得，哇，如果早一点办就好。他，我觉得他疫情那三年一定都在等这个成果，对，然后就看他了，就没办法了，所以刚刚也是觉得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觉得就是那个心情。谢谢。那雅兰姐更要那个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对，有，我现在有在。养生就睡觉多一点。住在杨阿姨家嘛，然后他自己也蛮养生的。他会说：“阿奶龟缸那么困了你。”因为他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碰到面，然后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在睡觉，中间会电话啦。自己的家一样这样走来走去也不是办法，还是要跟主人报告一下吧。啊，他偶尔也是会想啊，冰箱里面有给你留什么啊？哦啊，你就记得吃啊。但是我还要去热啊，因为吃饼干配咖啡，很伤胃。对啊，对啊，就这样搞坏，他就怕他去寻冰箱或者是什么，会打电话问说：“哎，你冰箱有吃不？”我就说：“哦。”然后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人：“哎，你给你给他吃起来。”哎，你们不会学吧？会学，帮他换手机啦，这个他就会接受。你跟他说：“我一个月给你多少？”他觉得太伤感情了。换车可以？换车哦，对。那很难做人呢，这一段剪掉。我们还是有送案子到文化部去，然后希望可以，因为也已经有成绩了，还是不能断了，那就是经费的问题，没有房子可以卖，就没有房子了、啊，通通卖掉了，都卖光了。现在吃饼干存钱，这样好不好？有一间在蛋黄区的买不回来，都已经翻倍涨了。嗯，请不要再勾起我的伤心处，好不好？三立娱乐新闻，名片先拿一张来给我看一下。